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。 这次是玩战役模式的第三关了。 Frontiers 在 Hero Rune 多一个升级英雄技能的元素，这个是以前 Kingdom Rush 所没有的。看样子五项分别是加攻、加防、加血和加两个特殊技能，随便加点吧。位置基马拉加，我们的军队在你的指挥下聚集起来，横穿了 Absar 沙漠。我们追随着他逃跑的痕迹，来到了 Sape 绿洲，这是这块荒地上少有的绿带。这里的游牧部落本对外来者并不友好，因此我们不要去激怒这荒地上凶猛住民 Dusker 人。这关所有的建筑的三级都解锁了。蓝色箭头指的就是 Dusker 的两个狙击手，是帮助我方的。这次感觉红色箭头指的地方造炮塔或弓箭塔以外，其他地方逐步造兵营就 OK 了。这些大的狼皮有点厚，一级兵营的士兵有些打不动他们。下面果然破防了，需要英雄来帮忙了。卧槽，漏了一只，还好增援部队的冷却快好了，防住。
我厌于打上面的大块头，才只能打四分之一的血的样子，二级兵营的士兵不知道扛不扛得住他们。好吧，大块头死了还要变木乃伊。钱都投在上方了，下方压力看来的交给交汇处的防御了。看来三级兵营的士兵对付上面大块头正好，二级的不行。OK， 一次就三星，这关主要是血厚的和速度快的敌人分流了，前者在上，后者在下，还算好防。
不过没有考虑用魔法院对付物理防御高的大块头，全靠众多的士兵去拖，这样的防守遇到去后的和速度快在一条道上一起冲过来就麻烦了，这点以后得多注意一下。好的，这次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